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九段，下方无上慧菩萨。我们将记诵第一首念一遍啊。无上摩诃萨，远离众生想，无有能过者，故号为无上。这首偈是介绍无上慧菩萨的名义啊，就是名号的意思。菩萨是第九住啊，法王子住。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讲的啊，从法王教生当少佛位，故名无上。文字虽然不长，可是意思很深。法王子是谁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啊，只要从法王教生就是法王子啊，这个意思说得很明白啊。我们依据佛陀的经典，信皆行证，依教奉行，这个人就是法王子。清凉为我们设出学习的次第啊，首先要信啊，信心清净。那么说到信呢，我们会想到偶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呢跟我们说的六个信。第一个呢，要自信，要相信自己啊。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很多，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是首先要相信的啊。佛门讲呢，直下承当啊，千万不要客气说不敢当，哎呀，我当不起，那你就成不了佛了啊。实实在在说呢，佛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为什么呢？佛性就是佛啊。这一切众生从哪里生的？就是佛性变现出来的。佛性在什么地方呢？佛性就在自己身上啊，任何一法都没有离开佛性啊，植物、矿物、自然现象，也是佛性变现出来的。啊，《望境还原论》里面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啊，一个体啊，这一个体就是自性啊，啊，自性清净圆明体，啊，那就是佛。啊，那叫真佛。
啊，那么从这个题里面起二用，啊，二用怎么起来的呢？是起心动念，啊，这叫无明，所以一念无明，啊，就起两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就是宇宙现前了，啊，宇宙怎么来的？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很好啊，啊，一切法了是从心性色变现出来的呀，啊，起心宇宙现前，动念呢，动念就是我，就正报的现前了，啊，所以我跟宇宙，啊，诸位要知道佛法里面讲的正报就是我自己，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那别的人呢？别的人是我们的依报啊，依报就是我依靠生存环境的现象啊，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有自然环境啊，那都是说为依报啊，正报就自己啊，禅宗里面说得很好，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这就是正报嘛啊，什么人能把这个问题找到了，这就叫成佛了啊，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我们要真的直下承当啊，我有佛性，我本来是佛，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啊，现在是因为我有啊妄想分别执着，啊，把我们的自信清净圆明体障碍住了，才能变成这个样子。啊，变成这个样子不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宇宙是假的。啊，人也是假的，啊，自己也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是自性清净圆明体，啊，我们一般讲灵性，这是真的，啊，灵魂不是真的，灵魂因为它的妄想分别执着还没有断掉，还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啊，这我们中国人称灵魂。啊，古人不叫灵魂，啊，古人叫游魂，啊，《易经》里面讲，啊，游魂为变，这个变就是必在六道轮回里面呢，啊，不断的在转变，啊，游魂为变，这第一个我也相信自己本来是佛，第二个呢要相信呢。相信释迦牟尼佛，相信啊，毗卢遮那佛，跟我们讲的句句都是真话，绝对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他们应化在世间，目的是什么呢？是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成佛了啊，帮助我们修行成佛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这叫信他啊，信自信他，然后讲的信事信理，事是事上的修行啊，理呢是修行理论的依据啊，你像这个一体二用三变，这都是理啊，但是第三跟第四那里头就有理有事啊，不像第一跟第二那全是讲的理啊，要信理信事啊，再有两个字叫信因信果
因果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宇宙开始那一天，因果就开始了。啊，你看看，起心动念是因呢。啊，这两种作用是果，宇宙出现了，我出现了，这是果。所以啊，这个性相离识因果可以说是同时发生的，你找不出先后啊，都是在一念之间啊。所以佛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心想就是一念呢啊，一念这两个字真正懂的人不多啊。我们初学佛听到一念，哎，好像是懂了，其实完全没懂。那经典上说的一念呢，不是我们一般常识里头的一念，我们常识里面这个念头一念呢太粗了啊，而佛法说的这个意念呢，太微细了，微细到我们无法想象。啊，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啊，这一弹指，一弹指有多少个微细念头呢？啊，有32亿8000年。啊，百千是单位，啊，100个千是10万。啊，32亿乘10万，就是320兆。你看，一弹指有320兆的微细念头，啊，那个一念，啊，所以我们没法子想象，啊，那个一念呢，菩萨讲啊，念念成形，啊，这个成形就是两种。作用啊，宇宙出现了，我出现了啊，就起这两种作用。有这两种作用呢，自自然然就三种周边啊，都是连带发生的，就在这一念当中发生的啊。他给我们讲，哎，行皆有时啊，那个行是物质世界，识是精神世界，啊，这也说明精神跟物质是同时升起的，没有先后，啊，精神里面一定有物质，物质里头一定有精神，啊，决定是分不开的，啊，那么这一桩事情，我们。在这些年里面看到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确实做出了证明啊，科学的证明啊，这是矿物里面呢有见闻觉知，有受想行识啊，这就是精神啊，矿物里头有。所以我们呢也要学做法王子，也要依照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啊，到我们真正有了成就了，也就是代佛教化众生啊，就当上佛位也啊，再称之为无上慧菩萨。前面我们讲《华严经》上所说的菩萨十戒啊，我们学习过了啊，这个戒是德行啊，你没有德行不能成就无上道啊，有了戒之后啊，
还得要放下。那从哪里放下呢？从布施。啊，《华严经》上记菩萨十种布施，这个跟其他经教里头不一样。啊，我们知道佛在《大乘经》里面常常叫人呢，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这是教一般初学的。现在我们看看呢，佛怎样教菩萨布施。啊，那么当然这十种都不是我们能做到的。啊，可是我们要知道。那最好呢，我们的认真学习，啊，对于我们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有大利益，啊，这个要知道，真的放下执着了，就成阿罗汉果了，啊，我们学华严经呢，就入华严境界了。啊，放下分别，我们在实性里面就是高级的菩萨了。啊，实性里面呢是九性实性的菩萨了，到这个地位了。如果把起心动念放下了，我们就超越十法界了。啊，真的。入华藏世界了，这真的入了，这不是假的了。啊，那什么地位呢？就像现在我们经上讲的十住菩萨。啊，我们就入这个境界了。啊，所以这个十条我们也应该学习。啊，能做到不能做到是另外一桩事情。啊，一定要懂得。看大菩萨了，跟我们一般学习的确实不一样。这十种是第一种叫分减施。啊，减是减少。啊，分呢是一分一分的。我们看经文，为菩萨仁慈，好行会施，若得美妙的饮食，分与众生，然后乃施。啊，你看看，这就是分见识，啊，分给别人。减少自己的这个受用啊，能分给别人啊，这不是说我们世间一般人，这是说出家的菩萨啊，出家的菩萨了，跟佛一样，每一天七十托钵啊，所以他没有啊什么财物啊，没有这些啊，这是说明。从自己物质享受的这一部分，有多余的，有好的，好的分给别人，这个慈悲呀，啊，啊，所以透过得到这个，好的饭菜，啊，从前佛陀在世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啊，所以透过并不是脱了之后啊，脱了就吃的。不是的，啊，脱了之后啊，回来，啊，那么从前是都在树林底下吗？就回到他的这个佛陀回他的佛陀在一起，啊，把每一个人脱的钵都汇在一起，
泛通的会得起，然后分而视之。啊，所以佛门里面常讲啊，这一钵是千家饭。你看看，啊，世尊他这些弟子1255人，啊，佛陀自己也就托钵，那就是1256个人，这就托钵。托完了回来之后的时候呢，都汇合在一起，然后每一个人钵里面拿的饭，你说是不是千家饭？这不是假的呀，一钵千家饭是真的呀。啊，所以是分而视之，这是真平等。啊，没有托到的也没关系，啊，因为有些人托的是有多的，啊，都能吃饱，啊，吃饱之后还有多的，啊，多的不能留到明天，啊，这些出家人一天只吃一餐，那多余什么？多余就供养这一些鸟兽，啊，供养他们，啊，这是第一段，后面还有一段，啊，佛念身中啊80000石虫，依我身住啊。愿令福德充满，于凡所受之物，悉也如是，是名分拣事。这个80000石虫是什么呢？石，你看这个石，我们的神识，灵魂要离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变成死尸了。现在我们的灵性跟这个肉体是合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合的。这80000石虫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细胞啊，我们身上的细胞啊，细胞啊需要营养。啊，那我们饮食补充营养，供养谁呢？就是供养这些细胞。啊，他们需要，而且这个细胞我们知道，它不断的在新陈代谢。啊，新陈代谢呢，确实有周期性，这个周期性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7年。啊，我们身体上任何一个细胞7年的时候就通通都换新的了，啊，也就是7年之后之前细胞全都没有了，啊，就人到8岁的时候，啊，他那个 细胞整个换成新的了，啊，前7年的没有了，到15岁的时候，那个前面7年细胞又换成新的，不断的在换，这好事情啊，不是坏事情啊。那换，如果全部都换新的零件，像我们车一样，通通换新零件，那不就是新车吗？如果要换成旧零件的时候，那就变成老车了，啊，甚至变成不能用了。可是绝对大多数人换的时候，哎，在少壮的时候还不错，啊，可是到晚年的时候是越换越差劲。为什么？这里这道理一定要懂。啊，在少年的时候没有烦恼啊，没有忧虑啊。他很快乐，啊，他很天真，他不懂事啊，啊，所以你看第一次换的，啊，到15岁，你看那个第一次换的，那个少年就是美少年，啊，到21、22岁呀，
在第二次换的时候也都不错。啊，可是慢慢长大，他懂事了，他起了贪嗔痴慢，他起了烦恼，啊，他有了不善的念头，啊，那这个对于换细胞啊，就影响很大了。啊，如果恶念多，善念少，就越换越坏，越换越差，就这么道理。啊，你怎么样供养他也不行。啊，富贵人家了，天天用补的东西来补他了，啊，对，他这个视同生活得很好啊。啊，能不能换得更好呢？还是在意念上的问题。啊，还是佛说的好，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永远保持正念，啊，像诸佛菩萨、阿罗汉一样，啊，他们怎么个换法？现在我们才晓得这个换的事实是真的，啊，并不是这7年7年的周期，啊，不是这个。现在我们晓得他念念都在换，他都不同啊！你看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啊，一弹指320兆的念头，他每个念头都不一样啊，前念不是后念，后念不是前念，所以是相似相续相啊，那这个要这个换的时候是刹那刹那在换，我们没法子预计到的。如果念念都清净，那不就是如来的清净发生吗？这个念头里头夹杂着妄想分别执着，如果越严重，就换的就越差啊，越清净换的就越好啊，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为什么佛菩萨叫清净法身啊，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嘛，这念念清净嘛，他念念呢都非常接那个相接近相似啊，所以他的身体是叫真的所谓金刚不坏身呐。啊，天人智慧比我们高，烦恼比我们轻啊，所以他们长寿，他们不容易衰老啊。修行正果的人那更不必说了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么一个道理啊。这个地方是菩萨示心，哎，你看我们为什么要饮食啊，是来补充能量的啊，让这些细胞会越变得越好啊，这个一切的生命啊，一切就是从生到死的一切啊，这一个阶段啊，会养得更好啊。养它干什么呢？这借假修真，这身是假的，用这个身体来提升自己的灵性，这就对了啊。我们没有这个身体就不能修啊，没法子修啊，一定要借这个身体来修，叫借假修真啊，所以说愿令普德充满啊，这就是时时刻刻念到我们身体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要平等地爱惜它，要照顾它这个现在我们讲环保，讲卫生啊，这佛门通通
菩萨都能够很周密地找不到。然后下面有两句，你看，于凡所受之物，这就多了，就是在日用平常当中，啊，凡所受用的这些物品，习以如是啊，啊，我们所生活上所需的这些物质的受用，啊，都应该常常想到。那我们要减少自己的去帮助别人啊，这个是佛陀当年在世给我们做出最好的示范啊。他们对于物质的需求达到了最低的限度，你看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无不是常常念着众生苦啊，尤其是众生没修福啊，决定是在过贫穷苦难的生活啊，常常啊想着他们。我们常常省一点啊，现在在现前的社会，许多科学家告诉我们，现在诸位晓得这是金融风暴危机啊，科学家提这个告诉我们还不止啊，接着还有什么呢？粮食的恐慌，人口不断膨胀，估计这几年的时候缺粮的人啊可能会达到10亿啊，没得吃啊，这个是危机。还有啊，水源的危机啊，能源的危机，这个是人类致命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对于这饮食起居啊，我们都要懂得节约啊，懂得节省啊，这个照明的灯啊，不是在读书，这个光度可以减弱一点啊，省一点点啊，我们能省一点就是帮助别人多一点，我们能节省一点水，也就是帮助别人啊，这个多得一点水资源啊，时时刻刻要做如是想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有菩萨这个善意啊，善念，这样就好，很少。好啊，把自己福报啊分一分的时候，分一部分呢给别人，这叫分拣施啊，这个我们很难做得到啊。下面第二个叫戒禁施，这个我们就很难了啊。我们看经文啊，为菩萨得上妙饮食香花衣服资身之具啊，这个资身之具这四个字，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的可以说是必需品啊，这个范围很大啊。那有福报的人像帝王之家啊，那是非常的富足啊，贫穷一般家庭里面呢，那就是必需之品啊。
它没有多余的，这都是好东西啊，上妙之物啊。或有人也，如今所有啊，习当于我，这个对的不太近情理啊。假如有个人来问你要，你是菩萨，哎，菩萨，你所有的要全部给我啊，你就大慈大悲呀，都布施给我吧，啊，全部给我，这个难呐，啊，可是菩萨能做到。那菩萨不是给我们的想法啊，前面是分一部分给你啊，这个是全部都人家全部都要。菩萨自念应为饶益诸众生，故随所有无一切尽施，乃至生命啊也无所吝。这叫结见识。那人家要你身体，身体也都不是。啊，你看看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割肉喂鹰，老鹰没得吃，饿得可怜，佛把身上肉割的是喂老鹰。看到老虎也饿得很可怜，舍身喂老虎啊，这个是捷径式啊，啊，这一般人做不到啊。菩萨为什么能做到？我们把十种事讲完之后做总结。那为什么他能做到？第三呢，叫内事。啊，这个内事跟一般讲的意思有出入啊。为菩萨年方少盛啊，少年的时候端正美好，时受转轮王位，七宝具足，望四天下啊。这个望是统治的意思啊，这讲菩萨了。释迦牟尼佛要不出家修行，就是属于这样的人。啊，是何有人也？我今衰老，穷途累顿，若得王身手足，血肉头目骨髓，我命存活。啊，这一段话是比喻。啊，如果真的舍，菩萨能舍，他能得到吗？啊，菩萨的神识能够离开这个身体，他的神识能够进来吗？那这是功夫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啊。所以我们看啊，是这一个老人穷途，是个孤寡的老人，很可怜的老人，累顿啊，累是身体很弱很衰啊，这样的一个老人啊，我们可以说是他有病的 啊。看看的时候他活不了多久了
他看到这个年轻的王子啊，刚刚接受这个王位啊，一切都具足啊，他起了这么念头，哎，如果我要得这个王身，像你这样，像你这样的身体啊，像你这样幸福啊，啊，我的命就能保存的，我就能再活下去了。菩萨怎么说呢？啊，菩萨念也，我后必死，今当施之以济众生，心无所悔，是名内施。啊，确实，菩萨是有这个意愿。啊，问题呢，就是我施了，你能不能得到？啊，这个施跟得，确确实实是不容易的。啊，布施给你，你有没有福报啊？你要没有福报，你得不到啊。啊，即是世间食材啊，施这些布施的地位，我让位子让给你，你能不能承担得了？你要没有福报啊，这个地位施给你的时候，你的命就没有了啊。我在早年时初学佛的时候啊，听说有一位将军啊，是个少将啊，升中将啊，大概总统批准了，命令还没发布啊，消息传出来了啊，传给他，他非常高兴啊，请朋友吃饭啊，这一餐饭吃完他就死了啊，所以有很多人讲，他命里头只有一颗心呢，两颗心就把他压死了。啊，他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就死了。啊，所以这个福分呢，关系就大了。啊，你没有这个福分的时候，菩萨写给你，你也得不到啊。不是菩萨不写，菩萨是真的想写给你。啊，希望你烦恼还童，希望你健康长寿，希望你幸福美满，你都要修啊！啊，你不修啊，给你你得不到，啊，菩萨绝不吝啬，真的会给你。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第四个呢，外施。啊，为菩萨莲圣色美，众相圆满，十受转轮王位，七宝具足。啊，这个我们就前面说了，这里不必再多说了，啊，这是说菩萨福慧具足，啊，无比的庄严，啊，那么有个人来求布施，说何有人也？我今贫旅，唯愿仁慈以施于我。啊，这是遇到一个贫穷人来求菩萨了，帮助他啊，施舍给他。菩萨念也，
荣盛必衰，我今一应随彼之意，即便失之而无所悔，是名外失。啊，这是失什么呢？失外财。啊，菩萨不失外财。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外财接受还是要有福德。啊，没有福德了，承受不了啊。啊，有多大的福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过什么样身份的生活，不是偶然的。啊，菩萨是真正能施能舍。如果自己没有福报，福报不够，那菩萨施给你这样大的福，啊，可能你享受一年两年，你就死了，啊，为什么呢？你的福报享尽的，啊，你这个贫穷日子可以能够还过二三十年，二三十年呢，就变成说一年两年就享完。这些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这都是讲这些财事啊。啊，最重要的还是要讲到法事啊，向佛菩萨求法，那就对了啊，向佛三宝门前求财呀，菩萨是可以给你。就怕你消受不了啊。啊，所以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我们生活在现代。啊，这么一个时代。地球上的人口不断增加。资源渐渐枯竭了，啊，科学家警告我们，这个预言家也提醒我们，他们的说法非常接近。啊，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科学家提供我们的讯息，啊，讲到现在地球的危机，说拯救地球的时间呢只有七年，啊，换句话说，在这个七年之内，人要是不觉悟不回头，这个地球啊就会走向末日。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于人类生存了。啊，那我们听到这个话，细心去观察，去思维，它有没有道理？不能说没道理。啊，灾难从哪里来的呢？灾难是人为的。啊，那么现在的人缺乏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对这些完全不相信了。起心动念都是损人利己。啊，所以连最基本的食物、药物，这治病的药物啊，几乎一半以上啊都是假的，你这不害死人吗？
啊，谋财是一桩事情，它害命啊。啊，奶粉里面掺毒，奶粉是供养谁的？供养婴儿的。啊，在医院里供养病人的。啊，你为了要卖个好价钱，这是你要钱。要钱还情有可原呢、啊。要了钱怎么你还要害他命。在从前社会里头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听到有这么狠心的人啊，啊，可是现在已经是很平常了啊，所以有人提出来啊，还有什么能吃的健康食物啊，几乎已经找不到了。你这事情多可怕。那么从佛法上来讲呢，我们的自然环境啊，从地球到宇宙，佛说得很好，这一切法都从心想生。这个地方的居民心善，思想善，行为善，啊，树木花草，啊，一切动物、植物、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美好。啊，善人嘛，他感的善报嘛。我们在一起学习经教，我也常说，啊，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什么差别？从理论上讲没有差别啊，都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为什么极乐世界那么样的美好？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这么恶劣啊，恶劣到啊，人都不能去住了。你说这个多可怕啊！原因在哪里呢？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说，那个地方皆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就明白了，极乐世界为什么美好啊？那个地方人都是上善之人啊，不但是上善的，上品善的 啊，所以感得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美好啊。那翻过来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啊，人心险恶，握到极处了，再变成什么上握啊？所以我们这里这个树木花草一些动植物都不能吃了，都带有毒性啊，严重的病毒啊，将来最害怕的是什么？空气里面也有毒了，你呼吸都不能了，这时候怎么办？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菩萨慈悲，实际上说呢，哎，能够把极乐世界布施给我们，我们能不能去得了啊？阿弥陀佛慈悲啊，真的欢迎我们去啊！可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不同意啊，他们会反抗啊！啊，你一到我这儿来了，你把我们的环境破坏了，啊，你带着很多病毒进来了，我们不让你进口，啊，所以阿弥陀佛戒引十方众生也有条件的，啊，那个条件是什么呢？
心静则佛土静。啊，念佛是方法，目的是什么？是要把清净心念出来，你就往生了。啊，你要记住，心静则佛土静。啊，它自然感应到脚，那是什么呢？你往生有把握啊！我心地清净呢，跟净土相应啊。啊，至少要修到啊，像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这基本的条件。啊，他是从《十善业道经》上说的。啊，首先要把食物除掉。啊，远离食物。啊，食物就是杀生、偷盗、啊，淫欲、啊，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叫贪嗔痴。这个东西要去掉啊。你的心才会清净啊，然后再去罢邪，最后再把所有一切不善的习气也要放下啊，你才能够得到心清净、心平等啊、心善良啊。这样的人念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那念佛为什么不能往生？这个过去李老师跟我们讲的很多啊，对台中莲社莲友常常开示啊，念佛是口善的，口善心行不善，不能往生啊。这样的人呢，只是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结个缘啊，什么时候你能往生呢？什么时候你的心行都善了，那就能往生了。啊，心行不善，还是不能往生。